没关系，来，一组先。记得咯，就跟他们很像，你们轮转要熟悉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会请他们去多压你们的长球。女生最常见的其实不外乎就是切球跟长球，尤其长球特别多，尤其是你被压到那一颗，那一颗想办法去化解掉。然后呢，他们在杀你的时候不用太急，守完看下一颗在哪里再去动，不要守完就乱冲乱冲。你要守得漂亮，你再冲 ，OK。但你不要是想要冲，想要守又想冲，先把守完再走，然后特别注意被压那颗，去把它化解掉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打杀，你们可以打切，你们可以打长，啊，多挤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女生的球路很多，就是长球就互压互压，好不好？被压也可以切，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想办法把球打回过来。对对对对，你我跟你讲，你已经被压了。你已经被动了，你当然把它打进是最重要的啊！啊，当然不要打那种骂包的、啊，对啊，不要打骂包的。来，加油！最怕就是打骂包的那种球。走了，准备。太高了，这边怎么办？对，蹲低。没事，没事，球爆不掉。今天怎么都凉凉的？蹲低，对。中间很大洞哦，中间很大洞哦。对，你要靠过来一点点，怕中间太大洞了。准备，前面谁的？来，手跟身体跑过来了。回去看影片，我会讲这个东西。球张过来，你手跟身体，这样怎么做？重心摆后面，手在前面，这样不是很好？对不对？你跑这样子，那如果今天被拨掉？你重心在这边，拨那边，你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放完，重心绑后面，球过来，你这样还来得及。OK， 手在前面，手先伸出去，脚再跟上去踩。手先伸出去，脚再跟上去踩。来喽，杀他们空档，没有杀球，只有长，可以切，没有攻击球，一样，手再伸出去。我觉得你手还可以再快。对，再快一点，你可以再快，对，让你自己重心在后面嘛。对啊，这很好啊。看球，长球推哪里？中间不太大洞，中间太大洞了。两个今天的中间太大洞，回去看影片一下，中间真的太大洞了。来中间。帮我多打他们中间的球，两个站位都中间太空了。嗯，这长球被杀爆哦。这边呢，有没有？你打完先看一下球，再冲，不要急着跑位，因为下一颗球如果在你身上怎么办？就像刚刚那样子。对啊，球，而且球又是刚好是从你冲过来的地方走。球拍拿，再一次，没关系，越会越来越熟悉，去熟悉它，不会很难。对，每个球都会了。没事，可以再中间一点。没事，一拍一拍来。没有杀球，只有长、切、挑、放、防守、平球。好，来，谁一个救我一下？对，我受不了，我没有没有，我看太清楚了，没有切，没有杀，只有长，只有切。懂了，你懂我讲什么了？两个都看到了哦，再一次哦。来，两个站离那么远，两个站离那么远，来杀。哎，这也可以，好球。我知道，忍不下心，我狠心，我可以。中间。对啦。一样一样，太大洞，太大洞。中间，中间，
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先怎么杀那么高嘞？耶！好球，再来！我把他收了，我说。放了为什么要退？放了为什么要退？有啦，应该说这一颗因为太高了，但是如果是我们放这太高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就直接蹲了，不用退了。对。哎呦呀！不错，来，然后看好，看招，就这一招，被动。两个的正后方要再快哦。这里，中间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放一个，没关系，好球，拨一个谁后面谁，注意，好球，好，再来，我来试验一下这一颗球，看是不是对的，看一下这个，这轮转，八，手在哪里？我讲了，对。你看，你会手跟身体一起冲出去，都夹在那边，手伸出去在前面，不能忘记哦。哦，没关系，再来再来，脚要再快，脚要再快，后面脚要再快哦。哇哦，中间两个分好分类，分工好，中间。不会解掉，很好，这解掉很好，漂亮，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这解得漂亮，好球，没关系，再来，所以，好，我交给你了，好，哎，可以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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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的哦，你这边很顺，我先告诉你，这边很顺，你这样很顺，但是有时候冲太快。但我在想哦，你这样，当你这样这边顺的时候，如果我今天逆着给你打，你会变很不顺。应该说，应该怎么讲？我给你很顺的球，你这样拉起来，我杀你，你手过来，我拨这边，你会很顺，你这样很顺过来。但我今天。你守到这一颗，被我抓到这一颗，我再反压你过去，你会很不顺。你试图让你自己节奏放慢一点，放慢一点，快太固定，你太习惯这一颗东西了。习惯是好事，应该说你这个习惯是好事，但是有时候再厉害的人看到这个东西，我就会往你反方向打。什么叫顺？应该说你们轮转刚刚就很顺，轮转顺，但我今天让你逆着跑，你会很顺吗？就是你很顺的球，你这样拨进来，正拍这样拨进来，你是顺，那你是不是顺势往前？那我今天拨进来，我再反压一个给你，让你逆着，你就会不顺。所以试图让自己节奏放慢一点，也要习惯不顺的球，好不好？来走，来 ，good， 脚踩好，对，这边呢，脚过来一点，对，很好，目前不错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跟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直线，直线过来一点。对，不要担心，你搭档在中间。好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啊，这边谁的？对，没事，你搭档在啊。整个不错，很好。再过来一点点，太习惯守一边了，中间就很大洞。你们等一下回去。一定可以看影片，你会看得出来说教练之间讲的东西，你们自己可能没有太大感觉，但是你回去看就知道，哎，真的很大洞。好，再来，保持哦，跟刚刚那样哦，多拍哦，保持，手在前面，脚，过来，哎，没有啦，很棒啦。可以可以，这个100分。走，放的是哪里？老王，好球，
来，蹲，直线追。中间注意，边边，有没有？我不让你放，我不放给你，我挑给你，就变成自己重心要踩好了。OK 啊，走了。刚不错啊，保持啊。没有杀，没有杀，我就知道你要杀。谁的 ？Yes。没有杀，又切。注意，注意哦。对，停。太多，太多，退太多了，退太多了。退到哪里去了？对啊，退到太后面了。要面对对手，球在这边，你要面对对手。OK， 对，你要面对对手，不要忘记，你不能说球在那边，你还这样。要面对对手，走，再来。走。好，所以没关系，再一次。注意，脚跟，蹲低，蹲。后赛，再来，后退要再快哦。击球点太慢了。然后嘞，我怎么会死？拜托，变，推，来，你给你，这边嘞，哎呦，可以，这边嘞，推。可以，哎，好好说，哎，中间嘞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差一点哦，刚的补位是好的哦，刚补位是顺的、流畅的哦，好的哦，差一点点哦，有刚的前面不错哦。过来，中间，为什么？因为球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刚刚的球在这里，这边，这边，对，再过来一步，两步，他的，他的，是他的，知道哦，在最后一排。来，加油。中间没人，没关系，重来而已。蹲低，芦苇，这很好，这很好。哎呦，拍谁？教练坏坏，所以没有啊，对对，小朋友讲习惯了，加油。对，长球都不够哦，找个时间来练一下长球。对角，错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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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继续继续，比赛跑错了，没有时间让你啊，比赛跑错了，没有时间让你啊，赶快进入状况，对，最后哪一种？收音，加油，四颗。脚动哦，直线注意，对，过来，蹲，撑一下，最后两颗，最后两颗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最后两颗而已。不会难，不会难。胖，两个很喜欢打中间的长球，有没有特别注意？太长了。
两个都特别喜欢打中间，你会想中间的长球，你们要守哪里？你们会很两个会各占一半，然后哇，中间是谁的？稍微注意一下，要么打开一点嘛，打开你们就分工了，会更清楚一点。打开一点，你们跟长球只要打中间的，杀球打中间还挺好的。没有长球，你要看站位。你今天长球如果两个站位空间那么空，你刚刚去他们两个站，你会几个长球？他们已经死，因为他们两个被动都会想去挖，两个被动挖了之后，前面就好抓了。你们大家可以试一下，长球其实前面也是 OK， 中间最后两个。对啊，再来中间。脚，没关系，这算给你，不错。没事，脚跟。来，最后一个。Sorry， 最后一个。来，换你帮我在前面，我来控制他们。最后一颗啊，把握，不会。最后一颗，不要失误。来了，输了就输了，输了捡球。中间球太多了，没事。这里中了，这颗不是在捡正拍耶。但我是打中间啊，他正在退啊。就是过了这个人的反拍，那个人的正拍。中间呢？对啊，我们是几天来说太挤。那所以应该是正拍的人去接啊。正拍人去？对啊，啊不然你反拍人怎么接？Next one， 万祖。